欢迎收看《明星美妆真人秀》，八姐挑战你。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十四点。明星这个词呢，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意味着美丽啊，意味着光环，它有很多很多的意味。但是呢，当一个少女如果她从小身边都是各种各样的大明星，她自己也变成明星了之后，那么明星这个词对她的意义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超级大来宾，人气美少女欧阳娜娜。哦，娜娜，欢迎你来来来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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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因为你刚刚来的时候就是在门口包包有被拿掉嘛，对不对？欢迎娜娜。包包拿走了吗？现在吗？对，现在就拿走了。其实我们今天就是安排了一个翻包的环节，但是在这之前呢，我想要跟你说的就是，其实欧阳家跟我本人还蛮有渊源的。是吗？为什么？对啊，因为我可以说欧阳家几乎是影响了我的人生。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是我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妈就很喜欢听你姑姑唱的歌。然后呢，后来我长大了之后呢，就是很喜欢看你爸爸演电视剧。真的吗？然后我自己都没看过。对啊，前一段时间我又买了你自己的你的演奏专辑。其实当我变成一个大叔了之后，我又迷上了一个16岁少女的演奏专辑，所以整个算是欧阳家影响了我的人生了。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刚刚那个包包就是被收走了嘛，你包包里面有没有什么就是不太见不得人的东西？还好是没有，因为我本人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我当然是不会不爱干净，但是没有太大洁癖，就可能房间比较乱啊，或是可能酒店可能会比较乱，但是我的习惯是包包一定要很整齐，要干净，所以倒是还好。反正就走出来要让大家看到最美丽的一面就行了，反正家里怎么乱都 OK 嘛，对不对？就是自己看着舒服就好。好了，好，那我们现在把那个包拿上来看一看好不好？这是你平常会用的包包吗？对，其实因为工作的话东西比较多，这拍戏的话不怎么用。所以这个包包你是通常是自己拿，还是会让工作人员帮你拿？自己拿吧。我跟你说，大明星就是要让别人拿包，你看他。是吗？对，你看他没有，还有那个人。他们都是帮我拿包的，真的吗？因为我还是习惯包自己拿，可能是因为我爸给我的教育就是，就比如说可能其他的工作的袋子啊，或者是可能买很多重的东西可以请人家帮你拿，但是自己的包包，自己包包还是要自己拿。对，当然了，名牌包包还是要自己拿。我们来看一下，那我就打开了。其实我刚刚有偷偷看过里面的东西。来来来，给你把包拿来。听说包娜娜现在在化妆了。我要趁他还没有开始录之前，先看看他包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哇，好紧张哦，因为偷偷翻别人的包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哇塞！哈OK， 我知道了。等一下，我们剧棚里面好好的问一下，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这样子。你看。手机啊，对，手机最重要。对啊，手机，我以为你会偷偷把手机藏走，但是没想到手机在里面。你可不可以就是秀一下你最近新拍的一张照片？就这种算了，我特别喜欢对镜子拍照。可是你自拍都把自己脸挡住了。对，我常常拍把我自己脸挡住的照片。对，而且我看你发那个微博，就是你发了一个道，然后就是整个裹得严严实，谁知道你是欧阳娜娜？就微博嘛，自己粉丝看。化妆包是我最喜欢看的啊，真的。因为我跟你说，就是我身边有很多女性的朋友，她们虽然呢，就是每天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可是呢，化妆包非常的脏，比如说她那个。我对包包的定义是，就是看起来干净，但可能杂物都在小袋子里，就袋中袋，就是袋中袋里面，就是把这些小东西都放在一起。你有这个哎，这个防晒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在用，所以呢，我只能说英雄所见略同。对，因为这个防晒真的，因为它防晒超强的，我每一次比如说要出去玩啊或什么的话，我一定会涂它，而且它质地真的超薄的，我很喜欢用这个。对，它就是比较润的那种。所以因为它比较小一只，所以放到包包里比较方便，对对对，所以我才把它带出门。对，因为我本身的正职是时尚芭莎的美容编辑，所以我对所有的这些产品都非常的了解。这支防晒它除了晒不黑之外，还有一个很厉害一点是在于它有抗污染的功效。因为像现在城市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雾霾啊什么的，所以你不光是出去玩的时候你可以带这支防晒，其实在城市里面也可以用它。还有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棉花棒，所以平常习惯掏耳朵，所以这是我手机以外第二重要的东西。所以你会掏别人的耳朵吗？我不太敢，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其实把我的耳膜搓，就是有点破过，所以我也不敢弄人家，万一我把人家弄破了怎么办？对，然后呢，还有这个，对，
这个的话就是它是那种比较细的那种牙签，嗯，因为拍戏的时候比较注意口腔的，可能每一餐吃完你不能有菜渣呀、啊、或什么、嗯、我可能就用完这个，然后用一个就是这种，哎、哦、你真的很在乎口腔，哎，这个东西这么大一包，你放包包里面，因为你跟人家对戏的时候你也不希望可能你刚吃的韭菜，然后就 对我只能又说英雄所见略同，因为这个漱口水其实我自己有在用，但是呢我不会随身携带了、嗯、因为它很厉害是在于它是一个美白的漱口水，它美白效果很快哦，因为它只要两个礼拜就可以真的让你的牙齿变白。对，有没有什么是你一定要带在身边的？眼药水吧，可能、嗯、因为这个我有带两个眼药水、嗯、因为一个是就是我不太确定这个粉色的好像是不能隐形眼镜点，但是因为我戴隐形眼镜、嗯、所以这个好像是类似消炎、哦、因为有时候我敏感啊或者什么的、嗯、我就点一个消炎的、嗯、然后或者是去红血。哎，我看到那个，哎，我看到一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白色的小药丸，过敏药。哦，对，所以你是鼻敏，就是鼻子会敏感。其实我也没有去医院特别查说什么、嗯、但是可能就是对脏的灰尘或者就是，所以没有过敏源，所以很麻烦、嗯、所以就鼻子过敏完眼睛就会跟着一起过敏、哦、所以就得点眼药水。我跟你说我要再强调一次我跟欧阳家的渊源，因为我鼻子超敏感的，我每天早上起来都会一直流鼻水，但是我没有吃这个药。吃一颗真的有用，真的、嗯、就是它很快就会见效，对不对？大概半个小时吧。哦，好，不然就是化妆它就一直流鼻水，然后妆就会掉。还有一个 BB 霜、嗯、所以你自己会化妆吗？我自己其实会，像我说音乐会啊、嗯、没有化妆师的时候我自己化。真的吗？因为其实为什么可以自己化呢？因为音乐会那个观众很远，就很远，所以稍微化一点点没关系、就是、但其实仔细看就以前你的包真的算是比较干净，哎，就没有什么太多东西。对啊，钱包哎，我觉得钱包里面一般会藏。这不是我的钱包，其实包因为我没有钱包。真的吗？所以你的，那你，因为我很少在。你身为大明星，你的钱都去哪里了？都是在卡里啊，就不会有现金。哦、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就是新兴人类跟我们这种大叔的区别，因为我真的非常不能忍受用微信或者支付宝付钱。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钱就是钱啊，老子就是要200，对不对？给你300，不用找。就是要这种，因为有人说花现金你就知道你自己在花钱。花现金的时候其实你脑子里面会那个肉会一紧，比如说你要去买一个2万块的包包，你就会觉得要花2万，但是如果你是刷卡的话就还好。因为我之前看你上节目就说你爸爸会翻你的包，小时候书包了、嗯、他就会把那个他的照片塞在我的包里、嗯、还有口罩、嗯、对，其实如果是天气污染的话也蛮需要口罩。还有一副耳环吧，可能造型师送给我的。还有副眼镜，但是没有镜片。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挑战的环节了。好，现在我们的刑具已经上来了，就是你身后的这个骑马机。拍戏的时候有没有骑过马或什么？没有，因为没拍过古装剧。等一下你可以感受一下骑马机给你带来的震撼。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手上有4张不同的妆容的图片，我先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从里面选择一个你要画的妆容、嗯、好吧？好，但是我们不给工作人员看啊、哦、因为等一下画完了之后让工作人员猜你到底画的是哪一个。我一定猜得到啊。哦，好，懂了。对啊，你选这个。嗯 ，OK。好，那我们这个所有的化妆品就已经在这里边全部都准备好了。好。然后呢，那就请我们的娜娜就坐。对，看。嗯。我天！计时开始。时间很多嘛，你看他已经把底妆给画完了，谢谢你。我的天哪！你已经画。明明工作人员跟我说这个力度没有很大，我感觉我这些做。你超肥的。那你可以靠近一点吗？我快没时间了。踏不上、哎、你的脚不能碰在地上、啊、你脚不能碰在地上，对，好，你可以用手扶一下这个我快掉下去。好走，等我一下啊。好，时间已经开始了吗？对，已经开始了。就是呢，其实我从来呢化妆，自己给自己化妆的时候，嗯，我也都不用刷子的。哎，我跟你说，发明这个游戏的这个编导，我真的觉得你太恶毒了。对呀、啊，因为我看过艺人在地铁里面化妆，在车上化妆，走在路上化妆，在自己家里化妆，第一次看到在骑马机上化妆。哎，我感觉这个红有点浅，我加一点浅可以加一点。哇塞，你还会调色？你平常你有学过画画吗？我吗？小时候特别喜欢画画。来，我可以往上看一下。可以呀、啊。好专业哦。我不专业，要是今天给我出这个题画这个妆一点都不专业。我这画的是，你可以唱京剧吗？你可以唱京剧吗？我不会。
你不会啊，等一下可以试试看。化妆的时候呢，我要再问你一些这个快问快答的问题啊。现在你第一个想到的圈内好友是谁？欧阳妮妮。哇塞，是姐姐。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现在自己状态呢？手忙脚乱。手忙脚乱，你会不会在网上搜自己的名字啊？会啊，肯定会啊。真的会啊？对啊。那如果你看到一些就是负面的评价，你会不会觉得？不会，习惯了。哇塞。因为大部分收到十篇、九篇。都是这样不好的，因为我偶尔也会搜一下我的名字，然后我看到只要有一个人骂我，我就会注册一个小号跟他骂回去。真的、啊？对，你也是，还挺厉害。手机密码是什么？这个我怎么能告诉你？天哪，你竟然不上套！因为我手机密码跟我的银行卡密码是一个。哦，真的，所以只要知道你的手机密码，就已经知道你银行卡密码。如果你等年满十八岁了之后，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想想看啊，可能出国吧。出国，自己一个人出国，网上看自己一个人出国，在长途飞机上你会做什么呢？以前肯定会看电影，现在就睡觉。那你最常用的三个 APP 是什么？ Instagram 跟微博跟微信。都是这个社交的软件。哎，亲爱的，我觉得你这个对你来讲实在是太简单了，我觉得是不是我应该在他竟然不让我加。我还没画好，还有对啊，还有那个，对，加点眼线，不然显得特别奇怪。你真的确定要画眼线吗？因为抖成这样，因为我已经有一只鞋不见了，真的。你不要画一个上扬的眼线，这你知道永远是这一只眼睛比较难。哎呀，哇塞，太赞！我跟你说，我期待的就是这一刻。我对不起你。快给我拿个镜子我看一下。不行可以给你看。等一下，我跟你说很美，今天你化完这个妆，我跟你说这个妆就是有一种时髦的感觉。真的假的？对，我跟你说化完了之后你就可以非常自信的走在任何一个世界时装周的舞台上。哎，我们还有最后一分钟啊，要不要给他画一个口红？可以，我选一个、选一个颜色好不好？姐姐你嘴好干啊。我的嘴也是属于比较干的那种。哎呀，但你是辣呀。怎么了？画到我的牙齿。对不起。我跟你说，下一季画在牙。潮流是吗？对，下一季就是要在牙齿上画口红，就是潮流。好了，可以了吗？意思意思就好。没有啊，意思意思。你说要这样。那好吧。这才是最新款的，我跟你说，真的，这样。好。哎，我跟你说，你看他画完了之后，他虽然嘴唇很干，可是画完了之后，嘴唇就很润哦。到了吧？五分钟到了。我也不想再给他画了，真的。我觉得好，我想问一下模特有什么感觉？我感觉我不敢照镜子。真的吗？你先不要照镜子，你先从后面出来，给我一个最时尚的 T 台的步伐，好不好？好，2017年由欧阳娜娜创造的春夏装 T 台展示，现在开始。5678。现在可以照镜子，我们要把直视，我把镜子拿给你，是不是很美？太时尚了，是不是很美？太时尚了。不是我跟你说，春夏那个秋冬时装周，这一定就是最时髦的妆容。好，娜娜，你现在呢要从这个工作人员随便点一个人出来，然后来问他们一下你刚刚画的是哪一个妆。如果过关的话，我们就有礼品送上。那送那个录音老师。娜娜刚刚从这个四个妆容里面选了一个妆容来画，你觉得她画的是哪一个？你确定吗？为什么？相似度百分之多少？百分之80%。你觉得口红画的怎么样？恭喜过关！我们把这个礼物送上。刚刚你用到的口红，哇，这是有我的名字的。对，而且上面全部每一支上面都刻着你的名字，而且每个都不一样。对，谢谢，谢谢我们的模特，谢谢。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才艺大考验。空空空。3, 2, 1 action。 啊，请进。店哥你好。你好，你是来面试的是吗？对，我是来面试的，我叫小娜。啊，你好亲爱的，来把你的简历给我看一下，我是苏贤。你好。啊，
简历呢是还不错的，小姑娘呢长得也蛮漂亮的，但是呢来时尚芭莎实习哦，光漂亮可不行。我会很努力的。努力当然是应该的，但是呢在芭莎工作呢，你要对各大品牌都了若指掌，比如说像欧莱、欧莱雅、欧珀莱、珀莱雅、雅顿、雅诗兰黛、兰蔻、丽得姿、自然堂、资生堂，这些品牌全部都要了熟于心，而且到处都要背下来。如果你给我机会，我肯定能到都背出来的。太棒了，亲爱的，我们芭莎要的就是像你这样的人才。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不管你是吃面包还是吃泡面，不管你是挤地铁还是坐公交，只要你来到时尚大厦，来到办公室，你就得给我美美的出现。你就要手拿古奇的包包，脚踩罗布通的高跟鞋，身穿阿玛尼的外套，还有Valentino的裙子，戒指呢要戴卡地亚的，项链呢要戴巴黎的，连手机壳都要是 LV。 那我可能吃泡面不够，还得吃楼下吃草了。我跟你说，我们这里的女孩子都是这样的，自己在家里吃泡面，在楼下吃草。我跟你说，来到办公室里面，哇塞，那名牌穿的叫一个漂亮。而且我跟你讲哦，我们可都是火眼金睛的，只要是过季的，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对了，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啊，虽然你有对美丽的执着追求，不管你爸爸是立委还是明星，不管你念的是剑桥还是牛津，不管你是哈佛还是 Berkeley， 只要在芭莎，我们交代的事情就是要现在立刻马上。One minute。喂，对，我苏贤交代的事情就是要现在立刻马上。要我手脚麻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太棒了，我就喜欢听到这样的话。手脚麻利呢还不够，我们在芭莎呢还有一条准则，就是没有不可能。比如说我明天要拍欧阳娜娜，欧阳娜娜你知道是谁吧？知道。大明星啊，长得又漂亮又年轻，我们想拍他想拍了很久了，所以呢你就要在一天的时间里面给我从复兴门到长安门，安定门到崇文门，东直门到西直门，西二旗到陶然亭，木樨地到芳草地，五道口到草场地，借来300套衣服，至于怎么实现我不管，全靠你自己。那个欧阳娜娜真的穿300套衣服？哎呀亲爱的，欧阳娜娜穿不穿到300套衣服，嗨，那是欧阳娜娜的事儿，但是你能不能借来300套衣服，那就是你的本事了。对了，如果呢衣服要是弄坏了弄丢了，可都是要涨价赔偿的。一条围巾呢要赔2000，一件 T 恤赔3000，一条裤子赔5000，一件外套赔8000，大衣呢就是10000起，包包就是20000+。如果不小心弄丢了什么珠宝腕表啊戒指，哎呦，那些打电话找你办银行贷款的电话你可千万别挂。哎，等一下，电话里面。喂，我是苏贤，我不办贷款。我想跟您说的是，如果你们公司录用我的话，我一定会很努力的，因为我从小就觉得说，我们要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您怎么跟我说我就怎么做，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我跟你说，我戴墨镜是为了控制我的情绪，不想让我的眼泪流下来，因为我刚刚听到的那番话，我真的觉得就好像回到了1994年我们时尚集团的创立初期，就好像回到了21世纪初芭莎刚刚创开的那个时候。我太懂了，亲爱的，恭喜！掌声呢、啊？你被录取了，亲爱的。真的吗？谢谢你。不用，我跟你说，明天啊，不对，今天就来上班。太感谢你了，谢谢。等一下，怎么了？你 out 了。啊？为什么？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穿秋裤的人进不了芭莎的门。我实在演不下去，刚刚那个事情，所有的演的这一切全部都是虚构，如有雷同那就真的是雷同。那谢谢娜娜今天来我们的节目里面，谢谢，而且希望我们今天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面玩得很开心，下次把那个节目名字带过来吧。没问题。哇塞，太好了，那我们就一言为定了。好，那如果我以后要发什么艺人发布会，我会找你，好吗？可以。八节挑战你，等你来应战。我们还要送给娜娜的一个礼物，还有礼物，对，还有礼物。我跟你说，来我们节目真的很多礼物的啊，谢谢。哎呀，好大一个吹风机，这个特别好用，真的吗？你有用过对不对？对。谢谢。